大家好，这一节和大家一起练习完整的捧气灌顶法，大约30分钟左右一篇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练习，两脚并拢，周身中正，两手自然下垂，安静。
轻轻的撑住，平拉气，
称住力拉气，起落起落起落，舒曼转掌。向上捧气，臂掌要放松，带着肩往里面合，两手到头上方，向头顶灌气，停留一个呼吸的时间。两手下落，一边落一边往里灌气，手从头面跟前面逐渐下落，到胸部下面，到腹降到肚脐，中指两岸，然后两手分开，沿腰带慢慢向滑向后方，手在外面走，一点从里边走，到后面命门，中指两岸，然后两手向下倒引，心臀部自然下蹲到大腿，窝窝小腿脚后跟，然后经脚外侧按到脚面上来，下按上提，下按上提，下按上提，姿势要固定好，两手分开，拔地空气，然后两手转向腿内侧，往上倒引，小腿到膝盖，大腿慢慢把身体伸直到小腹，把气收进肚脐，中指两岸，两手自然分开下垂，两手撑阴掌向侧平举，臂肘腕都要
轻轻的撑住，向前撑住，两臂向前合拢，一点撑到天边，举着天边，两手向前合拢，与肩等宽高，腿柔柔。撑住，力拉气，起，下落，一边落一边灌气，一边从里边走，手落至印堂，中指点按向印堂里边灌气，两手分开，点两眉。心耳上，到头送，治愈人点。
前面住起点岸，帮你灌气，两手向下导引，过小腹，到大腿，膝盖。
点着气往里边灌气，一点阴暗一松，两手向前腾出，转莲花掌，转的要慢，要匀。然后呈合十手，合于胸前，把掌根轻轻转一转，把气往里面收一收。掌指天上举，要慢，要匀。到头顶上方，臂伸直上方，转掌心向前，两臂分开下落，带着气往下落，做成一字拼接，转掌心向上，同时两臂向前合拢，要慢，要匀。两臂与肩等宽等高，回到印堂，把气收到印堂里面去。然后落肘回抽，轻轻的往回收，两个手到腋下大包，注意把气稳稳的往里面灌，两手向后伸出，两手向外向两侧展开，慢慢至体侧，顺势转掌，两手向前拢气，两个手抱着个大气球似的往回收，往回收。收回肚脐里边，然后两手扶于肚脐，氧气，两手还原，两眼慢慢睁开，好，大家活动一下，统计灌顶法完整版练习完毕，大家多多练习，祝大家身心健康，平安顺遂，谢谢大家。